我成了全场扛冷扛伤最多的人，幽默。加入苏吉家庭也晚，所以自然没什么包袱。这次的大反派劳乐是经过改造的生化人，主打一个刀枪不入。他效力的恐怖组织企图盗走能毁灭世界的病毒，同德卡特的亲妹妹才貌双全的哈蒂肖斗智斗勇。风格虽然变了，但 family 组合不改。在哈蒂的安排下，光头趴档聚首，俩人互看不顺眼，吵架的时间远比合作长。特别行动有浓郁的动作喜剧风，人物冷热对比还是蛮出彩。漫威嘴炮王小贱贱还顺便打了个酱油。Anyway, the fate of the world here. It's the fate of the world. The planet's population is in their hands. Serious stuff. I mean, you think they'd be able to put aside any petty rivalries to save the world? No fucking way. No, I'm not working with this guy. I've been there, done that. Hey, the minute he gets involved, you can kiss goodbye to any finesse because She-Hulk here only knows how to smash. Yeah, Mr. Arson here only knows how to blow shit up. The fact is. And the fact is. No offense. Oh, no offense. This guy's a real asshole. 本片的导演大卫·雷奇曾执导《极速追杀》，耍宝卖萌的同时，动作场面亦设计得相当精巧。Well, I don't think you can see over the steering wheel. Buckle up, fat boy. I'm gonna save your life again.哈哈，雷神动两亿投资换回了全球7.6亿票房，总的来说是一部及格线上的爆米花。比起两个光头肉婆，好吧，演妹妹的，我就先在这儿待着好了。这把亮我的眼。与此同时，正传赛道也没闲着，《速激九》如火如荼提上日程，系列教父林奕宾重磅回归，电影于2021年上映，7亿票房在疫情期间已算不错。但怎料口碑却创下了系列新低，大反派赛福继续作妖，唐门再度出山迎敌，这回 family 又迎来了人员扩充。唐老大，您从哪儿冒出个发量正常的弟弟？受戏份质量所限，赵喜娜并没有特别出彩，反而是这条宣传病毒视频被人牢牢地记住。准备，一二三，两个礼拜以后，所有剧情就两个礼拜以后。雅各布从哪儿冒出来的呢？原来唐老大年轻时误以为雅各布在赛场上害死了老爹，两人结仇永不相见。蛛网之内，只有蜘蛛才能安然无恙。结尾自然一切都是咱爹下的大棋，雅各布潇洒离开新属 family 为后续埋梗。同时原来韩也没死，让他复活顺道完全洗白郭达，一举两得。为什么不复活吉塞尔？速激九的恶评倒也是不冤枉，后速激七时代同质化严重，文戏生硬牵强，车戏贪大求全，全员像吃了壮阳药，只有把场面做大再做大才能保持爽度。速激九竟装上了火箭，开二手车去了太空，如此已经不是动作片，而是玄幻片了。全片也就这段车身吸铁石还算有点创意，收纳工作完成的不错，当然也是很扯淡。不知不觉已把前面的九部正传加一部外传梳理完，看完你大概会有和我类似的感受，这个吸金无数的系列 IP 已走向了僵化。虽然动作场面逐次升级，但故事完全遵循同一模板。唐老大领任务，众人集结，飞天遁地打坏人，完事儿了聚会喝啤酒。Family 永远不死，我觉得只要环球给机会，我也能去当把编剧。《速度与激情》系列的第十部即将公映，据传将分为上中下三部曲收官，真是活久见。保罗沃克的女儿也将有客串戏份，除了常驻的赛福外，第五部的反派毒枭雷耶斯的儿子蛰伏12年后展开对唐门的复仇，该角色由海王杰森·莫玛亲力出演，惊奇队长布里拉尔森也出现在卡斯中，
神奇女侠吉赛尔有望迎来复活，这哪里是唐门荟萃，直接改名超英开会。谁能想到漫威和 DC 宇宙在速激里打通了。我不太相信速食在故事层面会有什么突破，去月球飙车我也不会感到奇怪。行吧，这期就聊到这儿，叮叮咣咣炸得我脑仁疼。如果觉得做得还行，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三连我也不介意，您的鼓励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比心。要把我 C 呀，混子哥，你不看比赛吗？混子哥，他们说比赛挺精彩的。哈哈，挺好玩。可以的，混子哥。等爱消散。又有小霸王了，欢迎来到英雄联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能够逃出最激烈的。
农具就是这个呀，黑鬼，妈的，浪费时间，上来吧。哦，算能给好几天时间呢，别急别急。不有啊，两个都能拿，但他们想先拿小龙吧，啊、因为血龙魂。哎，这个位置他们家被留着，做飞哥这个位置郭大强了，活不了活不了，死了。布龙闪现，金哥是刷被动了，金哥是启动了、哦、启动了，姑妈也没了姑妈也没了 ，OK 这把感觉，记了。T1 这个爆炸了，猴子这个位置直接闪现开，布隆也是后面闪现跟了输出，野土刚才只有两个闪现，就左边只有两个闪现跟上，哎哎，左手这个位置现在没有女主播了吧？现在不是舞蹈区都没了吗？混子哥，谁看那玩意儿啊？这把如果赢了，我的 MVP 就在给左手，左手唱到你百分之百，每次关键团全都是左手开。这把京东打的真的有点好，他们这个阵容就必须得打的那种牛逼牛逼，节奏就是一点都不掉，不能掉一点钱。我想说一句，中路才。这把真的是密的给，右边中路零杠二，左边中路三杠零杠九。这个大龙 owner 是没闪现的，下不去的呀，抢不了了这个，抢不了。而且还是前面这句话，是的，千珏跟泰坦是真的不会有配合的。如果是爆你家泰坦的话，肯定有配合。千珏加那个泰坦这两个英雄是没有配合，各打各的。这两个选出来其实是，我也是听那个小严说的呀。千珏要配加里，小严看着嘛。要玩泰坦的话，配豹女或者破败王。这个直接开到对面的锤石，锤石先死了，然后酒桶直接第一拳踢过来，他们想说少飞哥这么，如果过到人直接死，他想过布隆还是金克斯啊？过到我这个直接爆炸了呀，赌输了吗？左手已经赌输了。感谢大干嘛？大香蕉，感谢大香蕉的飞机，谢谢。你这个 ID 什么意思？差点念了，我操！感谢香蕉的飞机啊！啊 ，Missing 好开心，这把布隆选出来很爽啊！他就在队友前面举个盾就行了，可以吃钩。这两个 AD 装备差距很大呀，而且左边已经开始赌输了。大，现在大流量离谱。阿尼开始赌输，然后这个两个 AD 装备差好多啊。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这么看的话，京东打 T1 只要上路不爆炸的话，京东是随便拿下。京东的下路跟中路的状态感觉，尤其是中路，主要是中路状态。比 T1 好很多，我感觉京东的上路爆炸不了，我觉得就是没法突破。这个版本就是，如果他想打爆三六九，他就必须得玩那种单带英雄，就凯南，你就单带是那种剑姬武器，对，剑姬武器凯南也行。但是这个版本上单，你玩那种单带英雄收益太低了，反正没有，他没有。对，但是我感觉他们如果这样打的话，他们上路他们来玩兽跟三六九这样打，三六九玩兽玩的太好了，第一坦克，他确实最能那个抗压的人，我觉得三六九就是最能抗压的一个。LPL 上单里面，他还又能抗压又能 C 的，但是他确实今年主要是京东不需要他来 C， 他没必要 carry， 他只要不爆炸就行了。这个位置 T1 就和塔兰亚打架，已经输8000块钱了。这波不打吗？厄斐有穿甲了，勾搭这个布隆这个位置被抬，哎，但这波安妮杀的可以啊，千珏被秒了，动不了，猴子 combo 直接刷新了，土包一起往前，没有，爆炸，恭喜京东，哦，这把打的有点帅呀、啊，京东吗？京东打得有点好，真的。我觉得这个阿尼，我操，京东赢了。我觉得，我猜这两个队伍紫色方应该都会固定把阿尼，就是阿尼放不出来，对，不管你是谁是紫色方。而且我记得那个奈特的阿尼，其实季后赛也 C 了红了。
牛逼，你们真的牛逼死了。我。五马有贼。走了吧。啊，大没开出来，我卖一波的这波。哎呦。我们这波可以等你复活啊，感觉。你们在这儿等着。帮一下，帮一下。OK。我等下把他盾给他打了，没事的。他泽拉斯吧。杰斯，杰斯被我减速了。辅助好，不能这一波，差点架不住。等打野吧，等打野吧。等打野，等打野。先处理线，先处理线。先去吧，先对，先去看线。我先去看线了，他一个人打不了。蠢呐！我他妈的，我真的好蠢。看老祖出力。不叫老祖，看老弟出力。我这个来看这个，看这个，我拉出来打。这妖姬出不来了，他再被我吐两下，他死了。牛的。拉到这边打了，你们有贴吗？我有贴，我有贴，我有贴。我递过来吗？要？我不弄吧，没必要。这麦克风用挺好的。大龙，可以打，现在可以打。妖姬没了，可以打。妖坤。这人藏起来吧，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啊。要吧，他藏起来，他不需要在正面，我们直接动。我可以去抓。操作不动了呀！等。杰斯，等一下，等一下，等我们绕完，绕完，先绕完。OK OK。流他死了，他死了。我闪现冲了，两个闪，没事，我可以追。这也没闪，全是我的，我靠！下了，一线的，不下路了。嗯，拜拜。行啊，我们这里没有人，没有人能挨骂呀！哎呦，我靠！可以继续推啊，继续推啊！他们还没活，他们要点了吧？六十三，撤了吧，兄弟们，还要推吗？再推一个，撤了吗？再推一个吧。杰斯在上，妖姬在中，可以推完再走，推完再走。那就推完。不播吧。这个毛，人家要出力了，我走了，我走了，拜拜。真的假的嘞？我哥一个人在这里被流了，没事，藏起来，藏起来。这把有没有演员啊？哎呀，再让我拿三把 MVP， 我要下播了。那是狗小严，非让我加两把，不然我就差一把我就下班了。翘。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纷纷扰扰。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是薄弱的蠢货们。怎么讲？不能加了，不能加了，加不了了，主播要嘎了。本来我就没打算说是弄这个加，弄这个加的话，我就不会一次弄八个 MVP 了，然后就零个开始算了。怎么给我蜘蛛办了呀？真见鬼啊！我与死亡同行。你要给主播加呀？不加了，不加了，兄弟，给主播减点吧。他送摩天轮减的，他那个小严是送摩天轮加的。等下次弄 MVP 活动再加吧，好吧？下次 MVP 活动就是礼物加减，我就不自己设八个了。
一家破冰。一件破冰，一件闪电。可以的，混这个。魑魅魍魉一剑破万法，我操，这个房间 VIP 又还差五个就又有一个房间 VIP 了呀，还差五个碎片。今天男枪厉害呀，小鹿姐，男枪这个版本我觉得挺猛的。哦，我看了。是的。英雄联盟，真的？为什么这个活动只有四天啊？千局好像也可以啊。怎么这个活动只有四天啊？哦，切了切了。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我想多弄几天，可以再搞一个 VIP 卡呀！我操！我看明天能不能抽号打这样。哎，没有这个活动呀。但这个活动太出奖率太低了，我操！今天满打满算一共出了两个那个飞机，那抽幸福券都赚麻了都。我想给你一个 VIP 混子哥，然后再给 Love 哥 VIP 啊，你俩一人一个 VIP 啊。狂风蓝枪真不如幽梦，幽梦很猛的。现在我只有一张小袁姐开的。放松伙计，这版本蓝枪很猛啊。哈哈，哎，我想你俩一人一张呀。把头埋低。哈哈，你俩就互相谦让，我操！所以再有一张是最好的。还差五个碎片，蓝枪出什么神话装？妈还排一个，蓝枪出幽梦，幽梦收集者，然后大穿甲，贼猛。然后可以最后补出复活甲或者影魔一个饮血剑或者大影魔刀。蓝枪这种英雄
本来不就是一个打爆发的英雄吗？你还你以为他还能像以前一样做科学那样打容错率吗？黑切不做吧，不做黑切吧。两枪一个很爽的，狂风也是神话，不能做狂风的。做幽梦。蜘蛛还是老样子吧，幽梦家的穿甲特别多，兄弟，幽梦家收集者你知道有多少穿甲吗？50的穿甲，兄弟，什么概念呀？打别人全是真伤。幽梦加收集者两件装备，50的穿甲，我操，巨变态！谁跟我说的50？老子自己玩的，谁跟我说的50？50穿甲，我说他是50的穿甲，他就是50穿甲。天王老在了，他都是50穿甲。收集者加幽梦两件装备，50穿甲。这版本这套出装蓝枪就是版本答案。我今天一天都在玩。出完那两个装备就是50穿甲了。把头埋低。滚进去。啊，这偷小龙吗？应该不出了吧，剑圣，剑圣也做幽梦，真的，剑圣也做幽梦，幽梦海妖，幽梦这版本巨猛，羊刀的 AP 对于剑圣来说有点太鸡肋了吧，说句实话。他怎么这么高等级了呀？哇操！哇，我的二段 Q 没打到他呀！老瓜晕了呀，老瓜有点晕，老瓜怎么嗡嗡的？你在玩什么呢？我刚才想他应该没这么高的伤害呀，怎么都是我赢呀？我觉得他没有 DF。我打不过他，居然。
对吧？太难杀了，变。放松，伙计。等这个点满，我们就有30的穿甲了吧？27。幽梦100就能一速吧，我跟你说，就这么说吧，一速，叠满一速，叠满加一速加那个穿甲。我们开幽梦500一速，我还是个草鞋，兄弟。老黑，老黑。求你玩的好呀，你在玩什么呢？不是我基本玩什么打野都做蓝蛋啊，我觉得蓝蛋收益高一点，跑图快，打架什么的都能来得更快一点，因为控制多其实可以带绿蛋，控制跟刺客比较多的话。但是打不过了吗？太脆了呀，朋友。
那梗儿。我要用浅浅的微笑。哎，我操！鞋子说的数不清。是什么？队友不对劲呀、啊！贝尔维斯的话，我暂时也没有想到合适的呀。我今天一把贝尔维斯没玩过，不是说有 bug 吗？海妖，反正海妖可以，然后海妖去堆肉也行。把它都选一些了，就像AD 萌萌吸我血，我靠！也可以的，博文法炮也 OK 的，鱼的行的，还要加博文法炮，反正这个版本装备刚出嘛，大家都一起去研究研究。这都秒不掉吗？烙呢？这么肉啊？
你跟我都比跟他强呀，你一直在让人家的发育变差呀。我可没时间胡闹。这也太差了呀，你这就叫大招，你他妈的有点抽象啊。哇，低鬼鬼！我们这是哥们儿在干嘛呀？这波球女在搞什么飞机啊？我说句实话，看没看懂，我要做饮血剑的，我这不拉满了。穿上草鞋，飞一般的感觉。左右左右 B A B A， 我有三十条命。买点针呀，
屁呀、啊！试试怎么办？看他回不来吃、啊。航海拉满喽！再来一个引魔刀，我操，我现在回去做个饮血，我420的攻击力了，我再来一个引魔刀或者水银系带也可以，这死亡之舞也行，我现在的装备就很多变，你知道吧，都可以选。随便在对面脸上拉粑粑，兄弟们，随便喷，乱喷。有个大的千血，兄弟们，概念。这就是版本答案。我们的幽梦之灵就是神话呀，兄弟们，幽梦之灵就是神话呀，爽爽喷，兄弟们。
幽梦第一件神话，幽梦收集者，大青羽，银雪剑，最后再补件防装，完美，非常完美，非常非常非常完美 MVP。这是之前的狗，这是现在的，不对，对，现在的狗。雨变啥啥？蜘蛛怎么出装？暗夜收割者，第一件法穿鞋，杀人剑，暗夜收割者，然后影焰或者法穿棒，二选一，然后做帽子。这版本帽子可以提前做的，爽喷！我的女孩呢？下雨了，洗个澡。暴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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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个尿！哎，我先排着队再去尿吧。非要跟我 P 一波，什么意思啊，兄弟？青钢影的话，耀光是拿来打伤害的，知道吧？消耗。你选的刚一波之后，你一过来之后，你就没有技能了。蛮王这每一刀过去，你都受不了，知道吧？都受不了。那小的还是太年轻啊，拿一个人都飘了，真的，飘了。你跟致命节奏蛮王这么去玩，他不给你刀卷，刀刃给你砍卷，铜皮铁骨也经不住这么揍。回家。回家咱们补装备，回家咱们补装备，看看确认的话是每一件装备加5%的技能提升，确认的东西对蛮王没用，因为装备其实没什么改动，知道吗？没有特大的改动，不管是确认也好还是无尽也好，其实本质来说没有太大改动，只是说现在无尽没有暴击的限制，就你裸无尽都可以暴击，对不对？每一件传说装备会获得5的攻击力，这种装备对于蛮王来说的话，现在都属于鸡肋了，没啥意义。没啥太大的，没啥性价比。来感受一下这个裸回来刀的感觉，放上去看看怎么样。左边野斧闪现换右边的 ADC 的双招。这波 AD 虽然没闪，但是还是能打，因为洛没大，洛也没闪没大了。这波此地的站位稍微靠后一点，还是就是闪现打断了什么 TP 吗？还是什么？没有吧？哦，可能打断369的 TP 了，369是不是没踢过来？哎，不是，这个大招感觉是在羊大大了，哇，没大出来，那个神力 W。我操！这个二温给了这个没闪现啊！一口完美伏地，非常好！金子跑起来了，跑起来了，跑起来了！下一个二温，宙斯想卖。五马游戏这个输出啊，输出黄金不是很好啊。这样的话，小龙第三条龙，感觉京东就有机会拿吗？左手有踢，哇，这个就是就是失误了。他本来想触加一，想那个把那个蛇女撞起来，他出现好像没了，他还一朵血。而且左手这个 W 非常关键，阿文没到。蓝叉蜘蛛，这条小龙是接不了。听我还想看一下吗？观鸟者在这里 OB 一下。现在还不着急看版本，已经厉害了。看完之后，哇塞，古曼西反向打压力好大呀！反正我觉得现在蓝叉是一定可以玩一下的，就我的刚刚那套出装很猛。看一下回放，就这个闪现到底怎么用的？小炮这个时间还战斗力还是太弱了。这不，你看这个他阿文 Q 了之后呢，他想大，然后被这个。啊，被晕住了，被神力大了吗？这个还是被猪妹大？不是猪妹大，猪妹没大呀，应该被神力大了吧？然后后面他想 Q E 急了，他大招没撞出去之后就很急，想杀这个蛇女，那里没有 Q 啊，就在干嘛？无所谓了，白烂了。他在干嘛？这个人？他玩坦克跟369打肯定是，他没有369会打坦克，369太会玩坦克。反正是玩肉英雄，主要是他算是人马也行，但是我不怎么玩人马的。确实，现在人马什么出装啊？穿甲流吗？一脚一个。他现在是在练改风格吗？他一直在玩坦克。被赛恩 Q 了，所以那个二不出来。
被晕就原来是赛恩 Q 啊，不好意思，那个团战人太多了，那前面妈也全都是大哥，我看那个地图妈也全都是大哥顶在前面，左边两个大哥，右边两个大哥在前面，英雄都站在一起，而且神力 W 什么二维搭搭的什么全都在这儿，不好意思，路人要直接出青羽，还可以啊，要出青羽的，等一下等一下，奥恩出了千面者打不动，你说左边吗？对，他应该会出灰妖美德吧，我看第二次上把是真的出灰妖美德，这把我觉得他得出千面者，要不然他坐不住，他扛不住个伤害，对，那你的蜘蛛得好好练一练，为什么会打不过螳螂呢？你好好想一想啊。蛇女现在打不要，这就没意思了。前面打了三个头，感觉没什么作用，没什么存在感。他虽然打了三个头，但是他确实只能打赛恩或者猪妹，他也不能进去切对面金克斯或者蛇女。他是没什么声音啊。这把落霞选的不好，太弱。小落吗？我前面就说了，小洛这选的好奇怪，有个菲罗斯不选菲罗斯，选个小洛打这个下路，下路也打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上路也给不到压力。而且你选了小洛之后，队友也不好跟伤害，落开到人队友。三六九玩赛恩最喜欢超模，奥恩那种来跟我对混，两边都是弱英雄跟你打。对。现在已经是左边没有什么节奏了，左边只能等下去。你前面要干他呀，就等露了的那个大星鱼巨侠出来之后就可以打了。不话呀兄弟，你不说话呀，小炮的大星鱼，这两个没有的时候感觉是打不动人，完全打不动人。他说这个装备也是小我与死亡同行，不会出两个会要美的，这么看的话我应该会出那个前面的，我就是感觉有点，我想说他们俩上单刷了多少层里面？里面应该是有二三十层吧，至少有二三十层。诚信互刷，两边都在 A 股面，但主要赛恩那个有 W 的技能，他已经 W 加了八百四，额外八百四的血。哇、啊，这不打上就看你前面节奏了，前面节奏好就很好赢了。他自己冲过去，然后队友全送了，队友没了。对啊，主要是赛恩加蛇女这个东西打反打也厉害，而且路又能保一个人呀、啊。还有金克斯的一技能。对啊，主要是还有金克斯一技能太恶心了。是的，全是那种打乱，全是那种打乱地形的。这个冰块掉下来了，只能开露罗，开露罗有什么用啊？露罗在后面，露罗。在最后面怎么开路了？开不到路的。而且死敌他也看到了，我发现死敌他太会找位置了。他出狂风主要是我觉得真的就为了。对啊，拿不到 MP 啊，我就秒了。就找机会，如果洛直接想先开的话，他就用狂风躲，第一波就用狂风躲。死敌太会打团。Faker在偷家，这刀打团打不赢，小龙还有四十秒。他已经有巨侠了，但是侠没有训人，他这么回家有训人吗？如果古玛尔是没有训人的话，应该有，因为落在火。我感觉现在有个问题是，京东其实他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大龙视野。你左边打大龙，左边打大龙巨快。他先给 APC 打装备，这个奥文是先给古玛尔打装备。为什么不给 Faker？ 这个问题问，是你的话，你会给 Faker 还是古玛尔？你是奥文的话，对吧？嗯，正常吧。哎，这个 Jos TP 又没闪开，开大，这个神力用个 W 的，哎、大对波，这个位置惊动，我操，闪现撞，撞到路了，路了的状态，很惨。但是奥文也是用过闪现的，古玛尔还在追人，古玛尔只能打到这个三六九，三六九好肉啊，三六九，神力还有大招，神力刚用的负低，我操，飞哥往前跳，飞哥，飞哥，飞哥还是我们的飞哥，永远的飞哥，这个位置装备是太难打了，我操，这个侠太恐怖了。我操，这个侠打出来这一波他 A 了一万点伤害，真的。说实话，飞哥啥都没干，真的没有，他干了，干了吗？他开团，露霞，这么飞哥，他这把是小炮，哦，他这把是波比，波比哈，谁心态啊？一波了一波了，你知道吗？刚那个奥文，我说实话 ，MVP 要给奥文，你知道为什么？他给出马小了的，就是奥文卡哥时间闪现状态，对他就是没反应过来。对，因为正常就是比如说玩，我操，这边一波了吗？那个撞的是对，撞的时候他是直接闪现撞，闪现撞的，没反应过来，撸了这个反应过来，说实话很难反应过来。刚那个你们要看那个就是那个回放，一波不了好像，一波不了吧？一波不了吧？一波不了，一波不了，一波不了，感觉一波不了，一波不了。还想一波，古玛尔还在一波，还在点塔，还在点塔，还在点塔，贝克踢过来，还在点塔，一波了，操！我
我说实话，这我不能说金盾打不过，是 T1 打得太好了。这不是炸吹啊，不是给他们洗白啊，是真的。但那个一定要放回放兄弟，这个奥恩闪现就是卡哥那个时间点，就零点三秒的时间，他快零点三秒，早零点三秒就想去撞，提前。而且奥恩伤害好高。露露给他放了个大招，放了个盾，放了个治疗。嗯，然后我看看那个血量，如果没有盾和大招的话，应该就直接被秒了。如果不是辅助，对，应该不是露的，他真的应该死在那里。哇，姑妈冲一波太快了，姑妈冲一波团战最少打了，应该一万吧？一万有，差不多。一万应该有吧？他的团战那个羽毛都一断了，他打了四个倒钩，你知道吧？而左手主要是最后团，他小头大门直接死了。他是倒钩，然后大招闪现倒钩。他是第一型，其实小的一技能动都动不了。我是知道为什么他要给姑妈打装备了，有道理的。啊，就你知道吧，对吧？对，其实我觉得 Faker 最后一件他，他什么都没干啊，他就最后跳过去留人啊，但留到肉身开团，就京东都以为他来送了，但其实他们没有。可以啊，可以去打打峡谷，找找看峡谷能打多少分吧，然后再回去打远大区。看一下回放，兄弟们，这个正在看那个救护团的回放。我们先吃个饭吗？好，等一下我饭拿过来。不要，这就没意思了。T1 还是 T1， 真的有点猛。我说实话，救护团他们的角色有点夸张。正常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如果觉得一波不了的话，他们会选择开大龙，因为那个有大龙嘛，他们直接想一波，他们就想一波的，他们不管就一波。他们只接一波的。最后一波团，我是一直在看那个闪，我没有看任何。哦，你就看侠，我就看到侠和小炮，我只看到两个，我看到侠一直在 A， 这套变成，真的，看有没有想到的，太夸张。我说实话，我真的，我与死亡同行。今天的菜是什么？一二三四，这个今天的菜是这些。一比几啊？一比一啊，兄弟们。真的，我前面就跟你们说了，整盘都会打满，大马上就说大 B 说要打满什么的，真会打满。要是都遇到小花，这波已经跑去吃野怪了。但这个小花，说实话，算了，说了，别人赢了，赢了做什么都是对的，我说什么都是错的。哇，对面玩蜘蛛啊！两边中单输出很低，这个小的一万二，我觉得最后一波团至少刷了八千到一万。嗯，最后一波团应该最少是八千伤害。收到超管提醒，请注意，主播已违规，请快速整改。玩不玩啊？我看大 B 哥都不能看。上去的三分钟，先上去，还有一分三十秒，兄弟们，还有一分三十秒，还有一分三十秒。什么电子宠物？不然我现在让的同事，放电了。我也有电子宠物，好吗？哎，你的电子宠物啊，哦，谢谢新人舅舅，新人，谢谢新人舅舅，谢谢。兄弟还有一分钟，兄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好像不太出户啊，最好好的璀璨星星。谢谢格局大侠。兄弟们，今天来五手吧，给新啊，不是给超哥冲了。啊，有没有兄弟手下打？有没有？刷新一下好了吧。最后半分钟了，兄弟们，有没有人偷偷打这个？有没有？谢谢夕颜的指决啊！谢夕颜，谢夕颜的指决，谢夕颜，谢谢。猪宝猪啊，差不多了。谢谢夕颜的指决，谢夕颜，谢谢大气大气。兄弟们，就差一点。兄弟们，两个超我就那啥。
没事，我教他玩蜘蛛。确实。试试我吧。哎，怎么这么卡？啊，设置。欢迎来到英雄联盟。你在玩什么呢？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想到好主意了吗？全军出击！伙计，没用出装突明白了。可以啊，绿弹也行，我一般都带蓝的。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开，打蜘蛛带眼啊，眼睛带正常守卫。我这边上呀，朋友。队友传送了，麻烦不断。
还有 E 卡自己平 A 的呀。压力好大呀，滚！虚张声势吗？团团，哎呀，我真的等你了。觉得走运吗？妈的，这五个头等会一套给我秒了，妈个屁呀、啊！哎，只说话。把我 C， 放松，伙计。OK OK， 三十八的穿甲，我穿。
太空了，妈，猪要来了。Oh shit！兄弟，嘎哪的大米啊 ！Oh my god！ OK OK， 收到。来了，OK， 十四分钟这两件套，我直接无敌了。版本达，法外狂徒。我了解蜘蛛就像农民伯伯了解大米。在文森面前玩蜘蛛，幽默两个字来形容，好吧。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没人守中塔啊？我接受不了了，中路满血塔给对面爬了，我操！在干嘛？差点送了，我操！这没杀掉他，我这不，我以为情侣没大招呢，咋儿走了？不该儿走的，不要硬就好了。我要做破盾的，兄弟们。这把不着急做那个，打情侣，先把我们的破盾做了。刷弹快，刷弹得多刷野呀，没有技巧的呀，兄弟，刷弹快就是得多刷野，没有任何技巧。六十的穿甲了，兄弟们，十六分钟六十穿甲，我打对面等于真伤，就我这一枪喷的他伤身上，该多少伤害就多少伤害，
该五百一就五百一。我这套不就是纯穿甲吗？只是这个穿甲装备里面也夹杂着一点暴击，对吧？减速轻语可以的呀，但是最好是那个大轻语嘛。对面如果肉多的话，大轻语打肉快点。为什么感觉好肉啊？可以做饮血剑的啊？盾弓的话，我倒是没做过新版的盾弓，不知道什么效果。是呀，他怎么这么肉啊？我这装备，我操！那他护甲太高了呀，我打对面其他人都是一枪五百呀。我做大青鱼打他就跟打玩具了一样的。那种大招伤害没？不行怎么的？天赋在左下角，兄弟。出天赋还是跟上版本一样的，是的，一模一样。哎呦，我不该 Q 的，哎，他还是死了，不是胖死了。连着播多久了呀？是几个小时了？快打三了，三二一出去！好，撑到了。给你一巴掌 ！MVP 是你说让就能让的呀？没有，不是十一个小时吧？不止十一个小时吧？十点钟播的啊？对对对，十一个小时。哈哈，也行。还在吃波线吧？这不上线是没人吃的呀。我这么闭了，这不上线就浪费了，兄弟们。这还有波线，但是我不敢吃了。哈哈，这套就是纯堆伤害了，没有容错率，也没有吸血什么的。哇操！我这装备，我说句实话，64的穿甲，护穿，什么概念？那现在的护甲才73，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对面露露的护甲才多少？露露的护甲才多少？这护甲才82。饶你条小狗命吧！我不想交闪杀他的，我闪现1000块钱的，兄弟们，我们闪现价值千金，让他划不来。
操你猴子的，他怎么这么肉啊？黑子还是黑子，因为我杀了他，我能拿大龙了呀，你们知道吧？所以我就喊杀他了。不过对面黑子有点太肉了，我说实话，黑子为什么能这么肉啊？没事，我大青鱼打他跟打狗一样。我大青鱼打他跟打狗一样。你们已经有死于非命的觉悟